你是要给我还是不要给我？我要给你，请你找出剪裁。什么剪裁？你这个照片是刚照的。先选这个机密机。好。不用了，上下都不用，其实只要扣过来手机条码就好。可是他的没有这种比例，所以他那个。那就到福利不行吗？他这个空框。苦瓜是要用炒的、啊你叫好你来啊你来啊真快疼我以为你要整个煮完呀、好痛
画要用那个。你是油烟大师。看来爹地不喜欢 Samsung。因为你还没有习惯，习惯了就会哎还不错嘛。二星雪糕要一块你带回来的雪饼吗？你吃啊。啊。啊，就截图就好了。截图完之后没有办法订那首页啊，不会订。那就把首页换成一整个截图，谢谢。直接变成条码。有啊，它有这个功能。那还不敢，就直接变条。整个首页都是条码，很丑。很酷啊，最新潮流。条码桌布。有人那个载具不是刺青在手上吗？那个比较方便。对。办不到。那个更方便啊。
掉。哈，你讲啥话？你是病？对呀。啥地方？我讲下面这个能够变掉。不是哎、欸，它有一个，哎、欸，神送的 app 里面自己。对啊，你有去改它。